去吃一个甜点，好不好吃哦？我们泰国的小吃。这个是有好几种泰国的甜点，有1、2、3、4、5，有五种不一样哦。啊，这个甜点的话有五种不一样哦。啊，那个果汁是新鲜果汁，一定要喝完掉哦。如果没有喝完，要放冰箱；如果第二天的话就不能喝哦。喝了会有放冰箱喝了就会让晒身的。